这个地方真的漂亮，虽然今天有点偏阴。它的壁虎比它的切开好吃很多。好，可以试一试。冷艳，录一下，在阿尔卑斯吃午饭，天气真好呀！我们朝着国家公园出发了。 我们开始走一个小trail，小伙伴还拄着拐杖。叶子之，你呀？不是有人跳吗？有人跳吗？今天是 New River Gorge 这个桥一年一度的滑翔伞节日，所以今天巨多人，跳桥节，跳桥节，所以很多人来看，有人跳和很多人来跳。 我们今天也是唯一一天可以上桥的一天哦。现在来围观一下这个壮观的单拱门大桥。现在那边正在举行跳桥活动，然后下面还可以进行神降。哇！刚跳了一个。太帅了！现在来这个。 纪念品，他买个墨镜。你戴钱包吗？戴了。好。新墨镜少年。天，每次出来玩都要买个墨镜先。因为每次都忘记戴了。嗯。哇，look at this。我们走到桥上来啦。峡谷风景，还有跳伞的人。 他们就在那转个弯，然后转圈。哇，一堆人跳，不行，对，哎，这不会得有人掉水里吧？啊，那个人掉水里了。啊，那个警局救他了。然后再，我们开始在录像了。 来走一个石缝之间的，这一步一个台阶不就是150步吗？哇，我要爬几段这个楼梯，小木楼梯，上面去看，还能到 overlook 啦，还是比较绿的。 还是参差着一些黄的和红的。王一去打排球了，他想要去荡秋千。荡秋千。喂，那你有小孩子的耶？哎，你看那小孩好聪明啊。我们还有那种姿势。 质量有关。妈呀，能给菠萝蛋就好了。我们要来新的 Overlook 了。 to roll.